你怎么还想着你设计的事儿啊？我们之所以到这一步，不就是因为你的设计吗？姚倩倩，你的设计生涯已经到了尽头。您好，刘先生，我是 Portland 的中国总代理策划部的总经理叶静怡。对，他是我的未婚夫，我和于董事长都非常欣赏韩彩衣小姐。那太好了，我非常高兴能成为第一个与她见面的人。好，姚倩倩。大夫，我到底什么情况？你流产了。你也别难过，你还年轻，今后还有机会。回家以后一定要好好休息。按照您的吩咐。